把这不雅之音收收，我要在此钻研书画之道。这么困的地方，飞机我这练。这地方风水好，可惜天地之灵气，正所谓山不掩高，水不掩深。 蜀道之难，难于上。你又报什么班儿？想跟人显摆下吧？你别瞎说！方圆百里的街坊都知道，我是天生的才女。男人的姐姐又来了，我不客气。我的文雅之气由内而外，何必破财报班呢？ 感谢惠顾，你这样爱胡乱揣度人，就说明境界还差得远呢，还得多受熏陶再提升啊。那是，人家好想看老姐的墨宝接受熏陶啊，多学多练才能成为像老姐这样的文人雅士嘛。哎，那就让你看看我新学，练了好久的拿手好字。哦。 这啥字儿啊？这是门，大写的。如何？嗯，确实有点东西。这水平，都快赶上隔壁那只大黄了。你的见识和审美都不够。 不懂这其中的奥妙，还是给你看看我之前创作的诗吧。哦，那个呀，通俗易懂，大黄都会背啦。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。啊啊啊 不如大黄！臭小子，我今儿不打死你个玩意儿，你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，你个根儿！ 小玩意儿！你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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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Oh!
你走开，别哭了，姐。谁哭了？我有什么好哭的？街坊都说我乖巧可爱，您倒也夸我工作出色，每天有优雅的诗词字画陪我，多开心啊！无非就是弟弟太幼稚，跟我没有共同语言，无所谓啊，我有什么好哭的？ 哪有人怎么看你吗？你每天对抗惠民镇守四方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每个人都很佩服你的努力，谁都没有小看过你啊。再说练字这种事儿，一直以来你这么努力，就是进步小点儿，但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一定能达到你所梦想的境界。喏，大黄可写不了这么好。 你不怂，不会说话是吧？哎，不哭了，不哭啦，都说了，你没哭。不管你了，我回家了。哦，对了，姐，我今晚还是住朋友家吧。嗯？哼，算了，可别再闯什么祸啊。 我又能闯什么祸呢？